回头您那个京东用户，我们下周没事不着急，就是那东西我跟你说，嗯，写牌子是吗？年薪百万以上的，那不就您了吗？百万，您千万，一个亿说的就是您，比公司的那个营业额还高吗？一个亿。介绍我那个药特管用，叫什么什么小黄，是小黄连吗？您介绍黄连素，啊、哦、黄连素特别好用，是拉肚子那个。对对对，嗯，那个很管用。上次王哥去药店的时候。